不要问画质为什么这么垃圾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最近呢搞了一台这个国行的 Switch， 所以呢我们要录一期 Switch 的视频，然后呢就是叫了一堆小伙伴线上联机玩一下这个马车8啊，就是马里欧卡丁车8豪华版。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，你的小伙伴在哪里呢？你根本就没有小伙伴，你在胡说八道，小曹院长。我在录视频了，已经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环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影。大号 vs 笑看。第一次玩这个游戏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游戏，好吧？然后我开个房间，先选我的人物，我看一下啊。那我就选这个最经典的马里奥吧。不是，这怎么进啊？国行的不用买会员？我以为不需要会员这种设置的。那其他行是需要会员吗？对。我这么良心的？把良心游戏打在公屏上。我选这个枯骨酷霸王。我选的是温迪。我选的是这个桃花公主。四场比赛，场地道具就爆缸的那种场地道具，如果输的那个人就要受到严峻的惩罚。投票好吧，随便选，直接随机，选到谁谁是傻，好吧。OK， 没事啊。然后我这个游戏是有游戏天赋的，知道吧？要在最后两秒的时候啊，按住开始，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小喷。哎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已经第一名了。哎，怎么开始了呀？这按啥跑？自己琢磨吧，小卡，好吧。哎，我现在就很强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第一名，稳的。强。哎呦我操！不是，黄哥。超过你，我要超过你。你抄不抄我的？看我杀不杀海皇就完事了。看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死神来杀海皇了！哎呀，我会玩了，海皇吹我一个红龙吧！不是卡哥，你没想到有这个，我操，双杀，直接夺回第一名，好吧？这就叫做实至名归。最后一关了，再见吧你们，我赢了。加速加速，我赢了，加速。最后一名是谁？最后一名是谁？最后一名是谁？坎哥怎么这么强？不是没玩过吗？骗咱们的，骗咱们的，偷偷练的，炸弹扔的准吗？哎，你先走，坎哥，你先走。去你的，让你。你在他妈扔什么啊，兄弟？王八！你没，我没有看到王八打到人啊！你往边跑过去！啊，虚晃一枪！我操，太吓人了！哎，这还有紫王八！我操！不是紫王八打到海皇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！是不是打到海皇了？马哥，马哥！不是，妈的，总之不能拿最后一名，好吧，尊严。那赢了，等一会儿你们好吧。加速一圈呢，你等什么等？这傻狗吗？这个人还等一下？鬼稳受罚了呀，兄弟们，太好了。只要不是我就行了呀，幸灾乐我的祸福呀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鬼影怎么变成我怎么第三了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很不公平，我觉得要加赛。有一个新模式叫吞石花逃脱赛，逃脱赛谁再输谁就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个人，惩罚观众来定，热评点到第一名的那个惩罚，我们就直接拍个小视频发到这个 B 站上面去，海皇大声的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。这个游戏的规则呢，就是两个人抓，两个人躲，抓的把躲的抓了，抓的就赢，躲的呢上面有个时间，只要时间到了躲的就赢了，抓的就输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是要抓的人要抓躲的人，时间到了躲的人就赢了。那你他妈为什么能不逼话呢？他们在跟我们对立的地方呀，不是要躲吗？反正跟着跑就绝对不会输，就完事了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哎呀你这就被抓了。我怎么知道呢？还能救人吗？你快点呀，小坎，救我，就差你了。
你就找一个地方躲着别动。怎么又被抓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倒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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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没看到我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一辈子都抓不到我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感觉的。炸弹一扔，哎，这不三十秒，炸，砰！不不不，我可以。我被背后刀袭了，我。哎呀，小凯，现在是我和小侃去抓他们两个了，刚刚你们已经不行了，现在我要把你们按在地上摩擦。我刚才看到小侃了，鬼影被吃了是吗？哎呀，没看到，我来了，严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还抓不着我们。不，小侃，咱们俩是不是就真的菜？不知道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开始认真了。抓鬼影，抓鬼影！我在抓海皇。思路，去你的！哎呀，太强了，小马。黄哥救我，黄哥！我救你，我来救你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人呢？黄哥救我，黄哥！不是啊。没事，抓了一手海皇很舒服，知道吧？这也算也扳回一局，挽回颜面。总之，总分不是最后一名就行了。OK，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家庭小游戏啊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，马车吧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合适和朋友几个一起玩的啊。那里面呢，这个还有很多类型的互坑道具之类的都很有趣啊，没有什么输赢的负担感。国行联机还挺流畅的，哦，还是免费的，不用买会员。就玩了不心疼，所以这游戏咱们呢线下聚会的时候还可以再玩啊，带着呢就是一种活跃的气氛 party 的利器啊，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玩玩看，那么喜欢的话记着素质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